各位学员，各位同心，啊，甲咱民政府的干部、长官，大家午安，大家好。本来我无想要讲伤济话，啊，因为咱秘书长讲下晡伊要有点半钟要讲，所以这点钟叫我来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我一直想讲，我都唔知影到底大家要爱我讲啥物，要我讲政治，还是要我讲经济，还是要我讲讲古？过去的故事，还是要讲我来讲未来的代志。啊，我想来想去，可能若时间有限，我来讲未来咱要创啥物。啊，若讲过去的故事，我就穿插啦。哦，伫第一节讲的时候，我就穿插，像昨日我来讲，你顶个时代创啥物物，啊，边个时代创啥物物，是安怎，互咱台湾二十冬本土台湾人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啊！啊，结果拢无得达成咱过去数十年来所愿望的。哦，哎，我穿插，所以我即摆要甲大家报告是讲，未来咱要安怎做，要做啥物？咱出去咧甲大家沟通的时阵，演讲，或者是咧讨论的时阵。真侪咱的同心，或者是听到的民众，拢会甲咱问一个问题：啊，安尼落去，是毋是会战乱啊？是毋是中华民国走狗，还是军方，还是警察，会来甲咱安怎行、安怎抬、安怎拍，来甲咱阻碍？哦，这点咱秘书长头先讲。就是讲，咱是要来甲美国军事政府讨政权、讨治理权呐、啊。咱唔是要甲中华民国去讨这个政权，还是治理权呐、啊？所以咱就是咱的手腕、咱的方法策略，就是法理诉讼，用告美国政府违反人权这个方法压迫。美国的行政单位就要遵照司法系统所判决的来达成咱的目标啦。这是咱国家的所在啦。咱唔免，咱虽然是唔是革命的团体，但是咱的革命精神就是用在这个所在，用在咱未来交了政权的心，要安那改做一个革命性的改变，甲台湾。拢该做彻底改改革，咱需要有这款的精神。但是咱要摕到政权的心，咱唔免动武，咱是用武呢，用真书文的方式，大家来讲道理，大家来讲法理，看理气伫倒位，看真理伫倒位。咱若是真理伫咱这边，咱就是甲上帝徛做伙。咱就是要来实现公义，在咱台湾每一个所在，不爱像过去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共款，有钱的判死，无钱的判死，特权到处来甲咱凌迟，咱本土台湾人变作奴隶啊，已经做六十几冬的奴隶，然后。经过伊个国民党个教育，予咱伫脑海内底抵足一错误个观念，抵足一唔对个扭曲个即个资讯，予咱往往拢无法度做一个正确个选择、正确个判断。所以咱即摆已经葡萄。阁行出一条康庄大道出来，这是咱可喜可贺的所在，所以咱非常感谢秘书长哦，咱林志升博士，
透过伊长期的研究，知识丰富，然后胆识过人。有人甲我讲：“啊，蔡教授，你是阮足敬仰的一个学者，但是你哪会去参加民政府啊？”我讲：“我过去对李良伟甲即摆已经42年，对李秀莲嘛是10多年啊。但是我认为因的路线是错误的，因的方法是不对的。然后因拄到正确的路线、甲正确的方法、正确论述的时候，因无行动力，无法度接受这个真理，然后就无再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所以我感觉讲，以安怎证明自信，安怎有效的所谓的今仔日漳州一个这个陈医生伫《自由时报》讲的，这个有效的这个公民投票，还是有效的自决方案，这拢是误导咱本土台湾人应该走的方向。我认为这个法理论述是绝对正确的，法理诉讼策略绝对正确的，所以我认为讲，除了这个策略甲论述正确以外，咱有行动，因为行动是错误的，错误的行动导致错误的结果，错误的行动导致危险的境地，一直在赢中华民国这个小鬼仔壳，永远都甲中国无多脱离关系，永远都和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咱要永远，咱为了要彻底来甲中国切了挂，切挂清清楚楚，田无沟水无流，所以咱来行这条路。咱不爱这个中华民国这个 mask， 这个小鬼仔壳，咱才有法度脱胎换骨，咱才有法度像欧洲、美国、甲日本安尼进步发展。所以咱将来希望大家爱用心、认真来打拼，要来做一挂代志。将来咱参美国军事政府。USMG 啊，美国军事政府爱互相做非常好的配合。咱的目标就是要无缝接轨，要伫个中华民国今仔暗、今仔日暗时啊12点结束的时候，伊就怎啊无去啊？伫台湾消息，咱伫个明仔透早0时，这个一秒开始，咱就爱无缝接轨，顺利来接管这个政权。军事政策的无需要国防甲外交，完全由军事占领国来为咱发落这个国家安全甲外交关系。不过，咱爱透过经贸这个活动来进行与各个国家的外交活动，所以将来经贸组织、经贸的迄个单位。哦，就是咱的商业大神啊，吼，变作非常重要。不但爱做生意，把咱台湾的产品推销出去，而且透过这个产品的推销，甲世界各国的贸易来往，来建立咱的邦交，来良好的国际关系，来准备未来咱要变作一个自立、自主、独立的一个新国家。这是咱国防外交了，国防外交这方面，咱爱配合美国军事政府，咱的商业方面呢，商业贸易要来加强咱的国际关系。其他咱最重要爱做的代志，就是文化甲教育，文化甲教育，文化这方面。爱以台湾文化为主体，咱将来一定爱去中国化。中国文化的某一部分罄竹难书啊，讲三昧三就讲未了。中国人经过这5000年来努力的这个儒家文化、儒家
学术的这个影响啊，已经拢非人性去啊，变作无人性去啊，没有人性。哦，咱台湾不是安尼，咱台湾是一块美丽之土，每一个人生活拢足好过。咱过去12500年来，咱都已经伫这个土地咧成长，咧快乐的生活。400年来，咱较歹运，因为咱无成立真家己的国家，所以这个世界各国因为这个所在足好。哦，环境足理想，东南亚、东北亚，诶，即个交汇所在，所以商贸大国荷兰啦、西班牙，哦，对咱台湾即个土地都非常的安尼骂骂说说，就是讲你争取要占有安尼。可惜，若讲吼，迄当阵一直有荷兰占领，那么是变作先进的所在啦。当然啦，伊是一个殖民。殖民国家了吼，不同讲经济转变，咱真不幸就是和晚清占这个西部这个所在六个屯垦区有212年之久啊，这210年之久啊，变作咱平埔族去汉化了，就忘了我是谁啊，汉化了，说家己想讲伊就是汉人啊，家己想讲伊就是中国人啊。误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啊，所以到这摆是抱着这个中华民国新几百，无法度放弃，所以咱爱来个改变，咱的教育爱彻底个改变，把这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历史观来彻底改变哦。然后，咱具体的教育就是讲，我希望两岁开始，就爱来。幼稚园就是 nursery school， 开始读英文了，开始给教育英文。啊，咱的语言的政策彻底要来个北洋语完全脱离，咱个爱建立咱家己的文字文化，甲咱的文学。哦，那像咱蒋伟文教授会知甲咱讲安尼，咱唔是无，是咱因为政权去予中华民国掌握掉咧，来甲咱抹灭。用尽办法来把我们抹灭、消灭，不爱让我们来继续使用那种的台湾语文，优美的台湾语、台湾语文，我们来重新把它捡回来，好好来推广。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河洛的台湾语，我们客家话、我们原住民的言语和文化，都要把它捡回来。我们原住民成立这个州以后，我们一旦掌握政权，咱要希望佮建立一个原住民的大学，哦，回来对各族的这个语文、语言佮迄个文化，拢来继续佮传承、发扬下去。哦，重点就是讲，咱希望讲大学的水准要高，对两岁佮22岁满，都大学这20冬中间，咱有足够的经费，只要莫贪污，咱有足够的经费。回免学费，咱的老师素质若无好，那么爱考核啦。素质若无好，不适任，咱就该解聘。然后，咱希望讲，咱拢对海外请优秀的人才，有欧洲文化的水准的，有美国文化的水准，有日本文化的水准的，咱请的转来，唔是台湾现出是训练这款的，硕士、博士这款的，充满中华民国。甲国民党嘅赛嘅人来甲咱教咱嘅子弟啊，咱是希望安尼，所以咱希望咱嘅水准将来，咱嘅人民嘅水准一定要提升，爱有创造力，用这个奖励嘅制度，会提升伊嘅创造力，每一个人发挥嘅创造力，咱本土台湾人非常聪明，因为啥？因为混血关系。每一个人发挥伊个创造力，咱当然不得了。工艺方面绝对袂较输日本、德国；科技方面绝对会更拼过这个欧洲甲美国。那安尼，咱台湾人这个，咱台湾这个土地，甲咱所有个本土台湾人所发挥出来这个力量是非常的惊人，因为咱甲人无共款，
欧洲、美国的北平、甲日本、韩国，一年五六个月咧落雪。我住伫纽约区，住三栋纽约州，伫马里兰州住五栋，拢是六个月以上落雪。六个月迄个物件，农业产品拢袂当生产，干那有建筑物内底即个工业产品继续咧运作。咱台湾毋是啊，一年365天。咱拢是哪像春天共款，是有当时啊较寒一撮，有当时啊较热一撮尔。啥物物件咱拢会当生产？外来的农产品，哪像金蕉，因来到台湾的时阵，咱的品质上好。甘蔗共款，咱的品质上好。其他的水果嘛共款。中国来到台湾共款，研究了有咱的凤梨足好食。这九号公园也非常好吃，我用九号公园来煮饭，煮到特别小心，在客厅就片就香，去到外来吃不用配菜，很好吃。这款的东西在这款的流氓政府底下，我们农民既然没办法好好过生活，没办法好好过一个像一个人应该过的日子、所以表示说什么，完全是政策的问题。所以我们将来的政策一定要什么，要来辅导咱的农业，辅导咱的农民，哦，这就是讲，对这个角度来看，产业政策，不是讲咱要纵容咱的轻视这个其他的制造业、其他的制造业。咱同时嘛是爱鼓励制造业，但是咱要相对来挽救农村经济危机。即摆我伫田里做工课，唔捌看到30岁以下咧做田。30岁到50岁，差不多占所有农村这个劳力劳力吼，农业劳力的差不多10%尔。我等于咧做田，人家问我几岁，讲啊你几岁啊？啊，我讲我虚66岁，得要满65。啊，要少年，要少年，要会做哩，搁做10天以上。啊，我若做5点钟、6点钟、7点钟，勉强可以。有一天去做9点钟啊！哇！因为我请工人，伊讲要做9点钟，我怎啊对因做9点钟啊？迄9点钟做了啊，休2天啊，因为腰酸背痛，做7点钟啊无感觉。哇！一早透早去做到10点外嘞，日头遮咩啊呢？啊，休困的时候，对5点半开始做啊，做到10点半啊，10点半。啊，我下晡我甲讲，安尼是毋是2点开始啊？因为我无2点开始，啊2点开始做到6点。啊，一日吼。屋上太太吼，我还叫阿嫂啊吼，伊到八年呢，伊拢无感觉忝啊，啊，我已经腰酸背痛，行路的时候已经腰酸背痛啊，看转来都爱啥，食啥，都爱啉这个柠檬醋泡滚水，连续食2天，腰酸背痛就消失了。各位，这是一个撇步，本来。我第一次腰酸背痛的时候，做到腰酸背痛的时候，要看医生。刚要看医生之前啊，有一个学生传一个 email 来，我跑去给他看，讲是安那做工课做了忝会腰酸背痛，因为咱的迄个筋骨，特别是迄个咱的脚头骨啦，是讲腰脊骨啦，迄接缝的所在吼，有产生一款迄个，产生一款迄款的诶物件，就是讲或者这个。筋内底产生的迄个物件吼，是款酸质的物件，甲你卡伫迄个所在，所以你血液不畅通。啊，你当你吼柠檬醋甲啉落去时吼，啊怎啊综合个？综合了，伊就怎啊随着那个尿排出来了，啊，所以就不会腰酸背痛。哦，足简单嘞，唔免去看医生啊。哦，这是，这个是顺便一提啦吼。所以咱咧讲吼，将来咱的农业科技。一定要相当的进步。咱农业的资源非常丰富。咱想看荷兰有半年落雪，结果伊的花卉是世界第一。实际上，咱台湾若要做花卉世界第一，足简单。咱全台湾拢会当种花卉，水果咱全台湾拢种水果，哦，咱就当出口，会当伫世界市场拍卖。但咱农业委员会各位大家看。今年刚咧批准这个农业委员会主委、副主委，
甲这个主任秘书讲，迄款的拢低调的，台湾人讲的低调的，所以咱农民会使讲足委屈。咱希望将来产业政策方面爱重视农业，重视农村，因为农村文化是一个立国的基础。我顶日有讲，贺卓，你看这犹太人的好嘅人讲，啊，你都要捐款哦，来帮助我犹太组织，世界犹太迄个建国的组织。用犹太都无农业，无工业，哦，咱巴基斯坦十几万人，二十万人，啊，无农业人才，啊，无工业人才，变来建国。所以表示讲啥？农业人才甲工业人才是建国的基础。所以咱将来的教育无像这个流氓政府这款的体制，咱一定要有足济所谓的五专这款的这个学校，哦，工业方面要做好，哦，农业甲商业这五专的制度要建立起来，唔是每一个人拢爱读大学，读大学是要研究高深的学问，较理论性的、较超越的物件、较悬的阶段。这人在思想方面有哲学思想来领导咱这个社会一挂比较上较慢一步发展较慢一步的这青少年，哦，啊，咱需要一挂工业甲农业，这是咱立国的基础，一定要相当来个重视。所以咱要文化教育以外，咱就是爱产业进行爱创好。另外，咱希望讲将来台湾是一个商业大国。爱像荷兰安尼，我虽然土地毋是足大，人口毋是几廿亿，但是我发挥我的商业头脑，甲世界各国做生意，商贸往来，咱来累积非常非常多的财产，累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所得。所以有当时啊，人咧甲我讲，啊，台湾即摆上万起啦，即摆中国一直爬起来吼，有三条我的这个外汇存底呢，美国就会惊呢。讲三条我的外汇存底是 garbage， 听人吵一条。哈，啊，你来看我这 garbage， 垃圾 ，garbage 的垃圾。讲那不是垃圾，一个国家有强无强，不是讲伊外汇存底足济伊就强，是伫伊的生产力 （productivity） 才是伊的强甲无强的分界点，生产力。每一个人的生产呢，哪拢足高呢？伊的 GNP、伊的 GDP 都足济。啊，那是人真济，但生产呢一单单啊尔，伊较济外汇存底拢是垃圾。所以哦，咱看报纸爱了解，不管是国民党的报纸，或者是民进党的报纸，拢甲你讲中国已经足强个啊，拢毋捌去甲伊听讲，啊迄。我迄阵离三条，我是垃圾。讲伊足济钱，所以当买足济美国的工资，美国的海料料啦，工资哦一直发行啦，这个美国一直走下坡啊，一直 decline， 啊中国一直 rising， 那就是 rising star 咁款，这种误导咱一般民众的视听，所以足济人真惊吓。今年28的时阵，2月28，我伫彰化，啊随。一台游览车来台北大安森林公园，要参加李秀莲的什么什么要宣布伊要选总统这个活动。哦，我车底唱这个卡拉 OK 呢，啊唱唱的啊都啊叫人刷落去，啊就叫一个卫生起来讲啊我无心情啦，我最近拢困了无好啦，啊是安怎困了无好？啊都翻落台湾的去予中国退啦，吼。啊！伊讲啊，别人讲，我嘛安尼呢。啊，烦恼讲呢，讲咱这台湾呐，去予中国摕，咱这老的就特别死去啊呢。啊，即摆这少年要安怎过日子啦？哦，啊，烦恼讲呢。哎，注意一下，陈老师讲，有关这个问题，无咱请蔡教授甲咱听分明，好不？我怎起来讲，我唔爱讲足济，我甲咱讲一下，讲啊，免烦恼啦。6月29签约法，6月30美军、美国军事、美国太平洋舰队第几排伫咱的左营呢？7月7的时候，美国空军就入来千层港基地，有影无？有哪无影？我都去看咧，哦，
去年我就去看咧，九月二日甲十月二日，我拢去看咧，看两届啊咧。哦，我就讲说分明，我讲详细不听。哦，我是袂顶滋味啦，但是我去问早餐店的老板，早餐店的老板讲，我其实是听说而已。我都亲眼看到飞机跟美国人啊。哎、欸，我讲哎、欸，老板真古怪哦。我伫外口问三四个人，我透早去，大家拢讲唔知唔知。问迄两个朋友嘛，讲唔知咧，无听讲咧。啊，是安尼讲，你讲你不但唔是听到，你是看到的呢。讲哎呦，我这个早餐哦，我做了较贵啦，啊，所以较好食啦。啊，美国都爱食我的物件，所以就来甲我订咧。啊，所以我来捧入去咧。啊，入去吼，甲内底我就看到飞机，看到美国人啊。啊，你唔是有美国啊？甲美国人来，哦，美国的空军甲美国飞机甲美国人来伫遮。我想讲。啊！安尼，我就得到我要爱的消息，我就讲哦，谢谢谢，我就走。哎、欸，我等下甲秘书长报告，你再甲讲呢。伊怎随写文章伫台湾海防登登录呢？登出来了，讲有人写文章甲驳、甲反驳，讲说你中央研究院迄个蔡教授的胡说，吼、哦，讲说报纸、电视拢无讲，那讲美国空军伊入来侵犯基地，哦，我唔信邪，我十月二五过去台中。你当阵就咧五都选举，甲这起完做算，所以我十月二日，我这边较早四点半出发，所以五点半就到位啊。顶一边是六点半，到这边五点半就到位。哎、欸，协兴早餐店的老板无伫呢，啊太太甲因的查囝伫。哎、欸，我讲老板娘啊，头家咧，哦，啊头家要咧困呢，伊可能六点钟、六点钟才会来呢。哦，啊我讲啊最近啊啦。有美国过来甲恁订这个早餐无啊？呢，啊，伊讲过去这礼拜较少呢。我讲啊，你讲即摆过去这礼拜较少，啊，拄开始的时七月遐人较济的时订几份啊？伊讲哦，七月以来吼、哦，真久拢一工拢订150份。啊，咱的消息是讲伊有200个人入要来订嘛，所以订150份是合理的啊。哦，我听讲150份，啊，我得到我所要爱，我就走。安尼有影无？绝对是有影的嘛。但是有心要暗藏事实的人，就不爱防灾。另外，我去问记者，记者讲有啊。我若要去了解，听一直咧传闻，但要了解先。报社讲未使报道关于任何有关清泉岗的事情，中部记者都不得报道。所以，我给你砍掉了呀。你看。太平洋舰队入来左营 ，TVBS 报一届尔，新闻就叫袂使阁报落啊。然后空军美国空军进到 CCK 绝对袂使阁报道。你看这流亡政府偌惊呀？那么这表示讲啥？美军已经入来，去年就入来，去年629个入来。太平洋舰队的迄个乐队有上岸，伫高雄、甲台南演出。啊，不算毛拢无讲，所以吼、哦，这就是讲吼、哦，刘邦政府有意来欺骗我们台湾人。哦，所以我是顺便甲这提起讲，刘邦政府即摆已经是日薄言之啊。就是讲最后一个阶段，所以你看伊建设拢案拢足大，建设方案拢足大，尽量甲控大。花博，我去问当地伊做花博的迄个施工的这个花卉的迄个业者，因为哦，那这个场面甲这个规划甲设计吼，那我来做哦，35亿都做起来，预算我这150亿，35亿的物件。业者就做起来，就已经会赚钱了呢。伊个创一个150亿，你看这内底偌济搜刮，拢咧政商勾结，利益输送给伊个家己人。透过伊遐利益输送来支持选台北市长。胡志强嘛，同款啊，足济建设方案拢是天方夜谭的支出，超大个，啊，内底拢有文章。所以讲，因为你尽极尽搜刮的能事，所以咱主流讲将来，咱也得要监管。
那你有关贪污竞相搞的案子，绝对无消灭时效的问题，一定要追溯回来，追索回来，安尼好不？所以啊，咱吼不但爱做家，那头先讲要变作一个商业大国，商业大国爱啥物物件来配套？那你有足好的金融、财政制度、金融制度、财政制度，哦，啊个迄个好的政策。银行唔是一摆开银行的，各位大家要准备。咱若将来像美国安尼，十万美金咪当开银行，在座足济人拢会当开银行，十万美金300万尔，你只要有300万的存款，哦，你就当开银行。银行意思唔是叫你开钱庄。所以我就开始，伊讲要开一摆要开银行，我就小文章反对，坚决反对。是安尼，美国开银行10万美金，因为银行这个性质是啥？甲这边有存钱的人的钱，欠起来钱，伊无用的钱，哦，3个月、5个月，还是讲这个1年、2年无要用的钱，摕来放咧我银行。我干来10万块去买一个办公室，啊，请人来做工开，啊，然后这边欠钱的人来甲我借钱。银行的业务是安尼啊，但咱一摆开银行是啥？哦，我有一摆伫遮哦，恁大家拢来甲我借哦，啊，随上借会着未？借无？因为啥？一摆开银行，唔是银行家开银行，我伫文章内底写，唔是银行家开银行，一摆开银行是财团开银行，最后的时阵，财团就甲迄个银行的钱掏空，啊，然后由谁来负责？由政府来买单。啊，政府是啥？政府的钱对倒来，就是咱纳税人的钱。然后我伫1988年写文章讲，如果那是一摆开银行，将来总体经济一定乱去，总体经济会乱，大乱，而且银行会倒闭。我参财政部的官员冗长的辩论，我讲绝对银行倒闭，用不啦，钱多，资金多，绝对袂倒闭。因为怕倒闭，所以这一摆，我颠倒一摆会倒，因为啥？你的政商勾结、甲掏空银行的代一定发生，最后一定会倒，哦。所以无疑哦，1990年成立新银行，1998年就不良放款了6000亿，2001年2兆5000亿不良放款，提不动啊，提不动啊，整个银行变成信用挤压，就是 credit crunch。信用挤压，无多再回转，无多再周转，所以整个的经济怎啊？伫2001年、2002年非常歹。我伫1998就甲李登辉写一个万年书，不良资产，银行不良资产6000亿，目前6000亿，你若无采取正确的活行行动、正确的政策，3年来台湾的经济崩崩盘。2001年，咱的所得。国民所得生产率是-2.29%或者-2.92%，正如我所料。因为啥？伊迄个银行不良生产一直滚雪球，啊，个咱的土地所得税足悬的，一个经理一间厝呐1000万的市价，啊一个就用800万来借去，借完了，这个计数一直落到600万，拍卖了，伊爱个落100万的。这个土地增值税已经一家人提500万回来，啊，那那个500万拍卖了，过了100万的土地增值税就剩400万，啊，这个银行经理要怎做落去？叫人800万退提400万回来，要怎甲民店交代？所以伊就唔敢拍卖，唔敢拍卖，结果一日落那个300万啊，所以完全无法度周转啊，有变得这款的，就是叫做 credit crunch， 这边要甲我借钱，但我借出的钱都收袂回来啊！啊，若佮拍袂了，才收200万、300万回来，安尼嘛无够这边要来借钱，所以就讲，迄当阵的银行银根就非常紧凑。伫2000年、2001年、2002年迄个阶段，非常困难，各行各业拢足艰苦。我都就看借钱周转。台商迄当阵伫大陆、中国大陆做生意时，嘛拄着同款的代志，所以。2001年到2002年的时阵，整个西滨规条路拢咧卖土地，甲卖房地产。
你对这南口来行西滨，一直到新竹，规条路旗啊插满满安尼，拢伫卖土地甲卖房地产。迄当阵多2020年多的时阵，所以房地产崩盘的谷底啊，崩盘的谷底。哦，所以我就是2001年到咱的遮行过车15分钟塞车，遐买一个1100平的农地。讲起来介绍，这买买已经买不到，这买买应该3倍4倍的介绍来买，所以各位爱也要观察哦。我是讲，这个理论甲实务甲配合好势，所以咱将来银行制度一定要改。咱希望卖讲像美国安尼讲10万美金、300万美金就开银行，上少咱上起码。那么讲，若规定较低咧，讲1000万台票就会当开银行，咱在座各位就会当合作来开银行。开银行的时候，你若是真真正正，你去1000万开银行的时候，你就会兢兢业业。你一个社区银行，你就去了解讲，哦，这个社区内底什么人伊的代志，伊这个人是要饮酒啦，还是咧打牌啦，还是正正常常咧做伊生意啦，你就了解啊。饮酒打牌要甲我借钱，我就歪借你啊。啊！你啊，实实在在咧做代志，我借你钱啊！哦，啊，然后有钱，我就去甲拜托来存款到我家，较悬的利息费拢无要紧，因为袂倒去嘛。哦，你相信讲我借这个实在咧经营的人，伊会趁钱，伊 cash flow 是计划是正确的，伊方向是对的。你做一个判断讲，伊无唔对，你甲辅导钱借的无要紧，啊，利息咧回转会当这边用好人，所以你当然用较悬的利息或者存款户，啊，然后这边趁利息等来。来开销就对了，安尼要会趁钱，安尼即个工商界才会当发展啊，中小企业才有希望，无咱中小企业无钱，咱都爱去做啥？去甲钱庄借钱，地下钱庄借钱，利息足悬呢，难行也是无咋行，甲你剁脚筋。当你要剁脚筋之前，我要趁赚钱，等者，我即间厝甲卖掉，啊本来是1000万买，即摆落到600万，讲400万就甲卖掉，因啥？我若无兴趣400万，我就放倒卡金啊。所以散车人永远得散车，我都获得银行支持，因为财团的钱无可能借予你这個中小企业啦。财团的钱拢要借予有抵押品的大户。哦，头先我咧讲，财团开银行，啊，在迄银行会倒。咱来想看卖，一摆开银行，一年要净赚20亿，才有法度分偌济，才有法度分2块的股利哦。这就是叫均衡主义啊！吼，这经济的均衡，就是讲我只投资伫银行，甲投资伫房地产，迄个利润率应该要一样啊！哦，即投资10亿出去，我一定一年要赚2亿一摆。啊，我投资银行嘛是10亿出去，一年要赚2亿一摆，这才是合乎我的原则啊，投资的原则啊！哦，基本的原理是哦，即摆10亿甲放入去银行的时候，哇！哎，你讲他赚3亿啦，我才提3分，哦，一个月才提三线回来，你是安尼，赚无钱。第二年我赚5亿啦，啊，过来讲他赚8亿啦，赚无到20亿，通分你知无？所以吼、哦，我放十亿多也是足无彩，我是爱周转呢。所以吼、哦，当时长也是这个常务董事长，去白沙屯去海边遐哦。去买10家的迄个沙坡地呢？10家才偌济，1000万啊！叫总经理，这10家迄个贷款10亿出来。总经理讲，哇！伊去评估一下，才1000万的计贷，你叫我贷10亿，怎有可能？哦，你唔贷我哟，你唔贷我，换人。我是阿萨布了起来，我给你做总经理，这笔你也给他通过。哦，啊，真正银行家都绝对唔放贷的嘛，但是真正银行家就出来啊，就甲批啊。当时听人讲，我就照批啊。十亿借完了，利息才立3个月，唔立啊啦！迄、那个土地怎啊，互你去切啊？互你抵押你10亿去换1000万当哎，变成不良资产啦、啊！迄就是安尼啊！到时银行讲不良资产都几啊百亿吼，那、哦、像100亿的资本额，讲啊超过几啊百亿，你看，先来讲因为存款嘛，这边那像王玉芬迄个银行啊，收1000亿的存款入来，放1000亿存款出去嘛。伊资本额才100亿尔嘛，所以放1000亿资本额出来，资本放1000亿资金出来时，
伊就是拢家己的相关银行，中华银行同款啊，拢家己的相关的企业去贷嘛。最后结果拢无在行钱，啊，咱 RTC 就去甲行钱 ，RTC 的钱 ，RTC 的钱，对财政部拨预算，发行公债拨预算，然后是咱去行的，咱纳税人提出来预算去赔啊，去按迄个坑啊，这会使讲叫做五鬼搬运的方法啦。我一开始要开大银行，我讲这将来一定五鬼搬运，正如我所料啊。但是我的文章哦，无人要甲我顶啊。我伫1988年写的文章咧反对大银行先，报社拢唔甲我顶啊，联合报唔顶，中国时报唔顶，自由时报唔顶，怎啊顶伊啥？中国论坛，无人要看迄中国论坛，联合报办的中国论坛。所以即摆甲重新提起来看，我才是对的。但是这个贪污集团一定要开大银行，给因家己人好康，给财团挖因的人拢好康，而且呢，透过大银行咧剥削咱这社会大众，由政府来给买单买单啊。所以经济的把戏，足侪人我都看清楚。所以我唔只讲，若有机会，我拢甲大家讲一寡经济把戏的，顺便讲这给大家听。咱将来银行制度，啊，绝对改无共款。哦，所以你该不同款啊，当然财政制度、哦、金融财政这一体的、哦、一定要做到说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政府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收一百我做一百的工作，那超过一百问大家同意不说要开20亿，多开20亿，我为了要开多开20亿，那大家一人扣1000块好不好，扣2年这样好不啊，若好才来，若无好，这个计划就卖做。哦，讲具体的，假使讲我伫桃园市，我桃园县做局长的时候，我来甲桃园市讲，诶，假使讲我伫做社会，我假使讲咱桃园市创一个运动公园，需要开20亿，但是政府无预算，啊，大家拢讲爱创一个运动公园，爱20亿，啊，若为了这个运动公园，我讲我昨天甲伊讲，诶，咱这个房管、房屋税啦。加10%，哦，每一个人加10%，啊，扣2档，安尼好无？哦，市面内底有70%-80%讲，安尼好，干咱2档尔忍耐一下，为了要有这个运动公园，咱开20亿有价值，类似安尼啊。啊，咱这毋是安尼啊，即要咱台湾的这各管区的这个管区政府啊，因即款哦，无钱嘛，甲编预算编落，预算书内底写了讲，我要开20亿。到时无钱就讲，我来去啊中央讨补助，啊，若讨无补助，去个银行贷款，用这个方式，所以伊个债台高筑，每一个县市伊个债务拢足济，那安尼财政不会健全，迄、那个建设嘛是虚个，啊，因为了要做，伊做这建设，毋是实实在在要做建设，伊是要透过这个建设落地下掉吧，落地下掉吧，所有你啊看，不管是乡镇市公所。也是管市政府相关的民意代表、相关的政府首长，拢往往透过工程的发包，伫遐咧增三勾结，拿取回扣。所以咱台湾的财政怎烂去啊？啊，咱一般民众讲讲，我税都纳得济，但是这个生活品质并无真正改善。你看道路的建设，哦，拢无改善，公园一直囥一挂水泥入去。这拢是一个真古怪、真不合理的一个现象，所以咱将来吼一定爱建立这个物件。当然，咱若将来政权上重要的，不是吃这类物件，不是我讲这类物件，上重要就是爱转型正义甲舒坦，转型正义甲舒坦。所以我非常赞成贪污，那是查有实证，你判决你是真正贪污，干清杀一条路，无啥物无期徒刑。加二十年有几多用？绝对是清杀一条路。所以贪污较济拢无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家拢知，所以贪污绝对是无效。哦，所以咱爱用这个肃贪，真强烈的肃贪来做较够。哦，而且转型正义，从过去50档土地去用不合法的征收，啊人不合法去用起诉的，拢爱来个平反，土地爱行人。啊，起诉去用关，爱甲赔，安尼因为去用关死，爱赔较济。就讲过去你台湾对咱本土台湾的
这个立场站真在，为了敢反抗国民党诶，啊去用判刑死去，咱拢爱家抚恤，伊后代爱家抚恤，爱家补偿，二八事件死亡受伤相关，拢爱讨一寡补偿，正式的补偿。哦，这转型正义爱做啊到，若无转型正义，咱要建立一个公益的社会是无可能的，所以咱爱支持这个转型正义，努力来进行这个工作，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司法独立的情况底下得到公平的审判，袂阁冤枉落去，咱就面对暗夜哭泣，每一个人就会当好啊过咱安和乐利的生活。啊，我简单讲啊这个所在，请大家指导，谢谢。起立！立正！行礼！谢谢我们总理。咱